走进位在上海的 Luca Macaron Cafe， 首先映入眼前的是以马卡龙装饰的墙面，让少女心一整个泛滥起来。这种地方就是要与闺蜜一起来，男朋友才不懂得女孩们的小确幸。如果想知道这家店主打的是什么甜点，其实从店名早就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。老板只使用进口原料，遵循经典配方，一个小小的马卡龙需要耗时费力，才更显得它的娇贵。这里还提供绘制马卡龙图案的体验活动，或者是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面包。今天就与姐妹们尽情地投入充满少女情怀的世界吧。